要拯救你，很谢谢你，你也让我们这么多人有一天都能够站在天上，哦，美好的地方。主啊，因为你要在那里，我们不是单单在圣诞节的气氛里面而忘记了你要再来。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预备好迎接你荣耀的再来，我们求你带领，求你的宝血在这后的一切遮盖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啊都能够一心一意的真心真意的来侍奉讨你的喜悦。哦，我们谢谢你，让这个世界所有的阴沦变露，罪恶不侵犯我们，不将我们的心拉掉，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啊讨你的喜悦。谢谢你，祝福一下的短短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今天大家都看到是徐达，我又讲的耶稣基督的降生与他的降临，生与他天上的再来。我们知道神是怎样的神，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给我们看到神是公义，也是慈爱，但是慈爱是公义。那耶稣第一次降生就是生在世间，他是神给我们的什么公义还是慈爱？慈爱，要来拯救我们亚当夏娃后代所有世界人在罪恶里面的生命，以及放出来的生活。耶稣神的儿子要来施行拯救，在十字架上替整个世界你跟我来流血。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得赦免。耶稣最大的工作在世界上医病吗？赶鬼吗？不是，乃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世人亚当夏娃的后代来赎罪流血，叫我们得到真正的灵魂体都能够得着拯救。你的牧师是吗？是你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四节，使徒保罗说他曾经救我们脱离那巨大的死亡，就是我们的灵能够因耶稣基督得着新生命重生。他还说现在仍要救我们，是我们的魂每天都活在现在。今天有没有人活在昨天呢？还是活在还没有到呢？将来有没有啊？有人问你举手，你说我活在昨天那边，昨天那等将来。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活在现在 present， 哎，过去是 past tense， 将来 future tense，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现在。我们的感情，我们的魂，要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给我们更新的生命。这里使徒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活出新的生命。每一天现在这个魂的救恩，所以个人说后书一章十节最后一句话说，保罗说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说为什么有三个救呢？神救我们，现在又要救我们，将来指望他还要救我们。对，我们有灵魂体身体的得着拯救，成为荣耀耶稣复活那主的身体，要等到将来，等到几时？耶稣再来。我看将来好像太长了，耶稣再来我自己感受到他是很快要再来。
也不要说啊，很久很久，所以我可以世界里面玩啊，玩到不见了自己啦，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做什么也不知道。乃是我们每一天要知道，我们活在怎样的情况的当中，我们是否活在逃神喜悦的里面，这个很重要。所以，耶稣降生当然很重要。 降生的目的，拯救我们世人很重要。最重要的，他让我们能够得救到底。你说可以吗？圣经使徒保罗在希伯来书第5章27节说：“我们靠着他，就是耶稣，进到父神面前来的人。” 他都能够拯救，什么？到底，阿门。你相信耶稣会拯救你到底的，请你举手。感谢。我再问，你说耶稣第一次救了我，那极大的死亡让我离不至于下阴间地狱的，就是离。信了耶稣十字架上为你成就了伟大的救恩，他担了你一切的罪。 你可以因着信靠他，释迦的流血，你得着他重生的生命。你知道我的灵已经重生了，请你举手。好，最后我再问，你说我任何时间从这个世界消失，就是离开了。 我能够很有把握的回到主所应许的乐园天家，请你举手。越来越少了啊！圣经是永远不变的，但是我们的人的信心常会改变。心情好的时候好像躲避有把握。 心情不好的时候，好像突然就不能够离开世界去到见主的面。主没有改变，我们信心常常动摇不改变。怎样不改变？想到圣经主的话，我们不可以看凭着感觉，凭着自己，我们凭着什么？ 圣经主说的话，应许的话，圣经很多哦，圣灵借着他的仆人保罗也说的话，能够拯救我们到底灵魂在世界，还有身体，他再来要救我们。所以就说他的降生跟他的再来，好，请大家看这一节圣经。 关于两方面的他的降生跟他的再来，希伯来书第9章26节，看你啊，如果这样，他从就是耶稣从。 创世以来就必须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末世显现一次就是耶稣的降生，把自己献为祭，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献祭流血，刨除掉罪，因着他的血，才能够让我们罪得以赦免。 生命得以救赎。按照定命，神的定命，人人都有一时，生离的时都有一时，死后且有什么审判？不要相信佛教说人死如灯灭，一切都没有了，这个是魔鬼的话。我们人死以后，圣经神的话是话说，死后。 且有审判，但是怕吗？不怕了。你信耶稣为你死了，当你的罪替你受刑罚了，你就得着真正的。
主给你的永生的生命。第二十八节下说，这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就是他降生为我们钉十字架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你信对你有关系，你不信不相接受对你没有关系，就不是担你的罪。担当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些等候他什么他的人第二次显现，甚至显现就是来再来的意思。第二次再来并与罪无关，来围绕什么拯救他们，拯救什么，拯救这些被耶稣救赎的人，接受耶稣的人，得着不死荣耀的身体。你说这样的身体怎样，你自己回去看看什么，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讲到很多耶稣复活带给人荣耀奇妙的身体，将来许多的基督徒所有的荣耀都不同，就是你今天过得怎样关系到你将来主给你永恒里面的身体的荣耀就是怎样。有的人是大星星，有的时候小星星，那时候你说再来生一次在世界，我再来信耶稣，再来努力爱主侍奉主，没有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每个人来世界也只有一次，但是生命的生可以有两次，父母生的，主的圣灵，因为你信靠耶稣，你再生一次，你就怎样啊？只有身体死一次，灵魂就不灭，永远到主应许的美地，乐有天家。假如你不信耶稣，拒绝，你不明白，我也不懂的，你也不追求认识。那么你怎样啊？生一次，没有重生，没有相信，没有接受，所以死多少？死两次。真理是的，灵魂要死在阴间地狱，永远的火湖的里面。这个是启示录所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忽略圣经神的话语。启示录看不出，很多人说我看启示录会怕，为什么会怕？因为他们没有预备好，他世界的时候糊里糊涂的过生活。圣诞节在世界你想怎样啊？魔鬼要让圣诞节丑化，哈利亚跳舞啊，饮酒啊，哦，吃摇头羊啊，哦，在怎样？哦，在里面玩啊，大家男女啊。滥交啊，性关系乱来啊，很多圣诞节在世界各地又发生很多什么不幸的事情，人又有的因为这样死掉。我们教会就不要给世界庆祝圣诞节那种堕落的气氛影响，我们要追求在圣诞节，我们要想到这个已经耶稣来过了，已经与我在世界成就，我要想到我要预备怎样回到永恒的天家。年轻人，你可能就不是这样，你要怎样预备怎样让主耶稣再来。当然了，不是七十多岁很盼望主耶稣快点来，不然的话我就睡觉了，睡觉以后才回到他那里去。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怎样啊，也是最大的盼望，就是怎样他的荣耀的再来。今天有多少的教会注重讲到耶稣再来，都在圣诞节的气氛里面，
跟着世界世俗的那种的软弱，忘记了主耶稣要再来成为什么审判世人的大君王。他来的时候是做什么？做救世主。他再来的时候做什么？做审判官。 阿门。耶稣降生，耶稣降临，降生是做救世主。阿门。再来就是降临，荣耀的降临，做什么？大君王审判官，审判先基督徒，以后使你所有的世人都要过接受审判。 所以你预备好了没有？你有没有预备他再来？或者活在错误当中，懵懵懂懂的啊？我会叫你做什么？你也说要摇头，你抽烟，你抽烟，你抽烟，但是你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呢，还没有感谢主啊！今天的表演呢，主是很可爱，少年很可爱，青年人很可爱，很天真，都在教会里面长大。 所以没有被世界影响太远，但是有一天你要踏出社会的时候，踏进社会，你要在世界，在其他外国的时候，看你还是很好，看你还是很纯真，或很追求爱主在教会，或侍奉主有为所迫，这个不容易啊。 今天小孩子，你在本地啊，很可爱啊，父母在身边啊，或指导你啊，主耶稣教会帮助你啊。有一天你离开了，父母离开了，或兄弟姐妹离开了，教会人就在外面的时候，你会为时还是很好，很纯真，很爱主，世界很多引诱试探，特别魔鬼要叫人被世界迷惑的。 掉在什么彩色名利的当中，不能放手。我们教会很多人年轻人，以前很小孩子，要到外国，还有多少人存在？今天回来也感谢主，单纯的，那还是依恋。但是有一些可能已经。 跌倒在罪恶里面，爬不起来了。我们如果为他们祷告，他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还有机会，哦，悔改还有机会回到归来，不要让他们离开主，离开教会。我们求主恩待，所以这两点大家要记住，我们要预备主耶稣再来。我们怎样预备？你回去看马太23章。 信心的预备，盼望的预备，还有什么？爱心的、生活的预备，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无论年幼、年轻、年长，或者老年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啊，你给他们每天都活在你的面前。 都逃离喜悦，都能够谨慎的过生活，不被世界的淫乱，以及魔鬼罪恶带来，受迷惑，掉在他的陷阱，以及被社会许多人风俗习惯迷糊了自己在你面前的身份，是父神你的儿女。 应该过逃离喜悦的生活，求你带领我们，就让我们回去好好思想，让我们抓住你的圣灵的话语，其他都抓不到，而唯有你的话语是可靠的。求你让我们建立在你生命之道上面。我们祷告，求你保守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